师傅还有几个问题帮同修问一下，请您慈悲开示一下。就是有一个同修，老同修，他因为一次意外吧，客死他乡了，然后魂他家人想就知道这个魂魄是否能跟家人一起回来。然后另外就是说，把他的骨灰从外地带回上海的时候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一般的带回来之后，当场磕头啊，骨灰带回来之后，第一要用红布包。一般呢，有些人呢不愿意回来的话呢，他会一路上他不开心，他就一路上让你很多的麻烦。会的，绝对会的。这里出麻烦，那里出麻烦，就是如果发现麻烦，要跟他讲。啊，请你保佑保佑，我们也是一片心，我们想让你啊回到上海安葬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，我们会帮你超度，要讲这些安慰的话的，他都听得见，只是你们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就这样。他的魂魄只要他家人让他回来，他应该是能回到。他如果过去一直喜欢上海，住在上海，他一定会跟着你回来。我说的过去好几个。这个案例就是说，很多人就是要把他从这个上海迁到苏州啊，迁到凤凰山的坟上啊去，就不肯走，不肯走。他们叫人家带的摩托车，一会儿摩托车坏了，刚刚修好，灯又坏了，刚刚弄好又被人家查了，反正又出车祸了，就是不停的，他就不想去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好，还有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再问一下师傅，就是他这个老同修啊，他的老伴也很大年龄了，然后当时他昏迷的时候，我就梦见这个老同修跟着老伴一起向我挥手告别，是不是这个老伴他也会有一些问题呢？因为他也年龄比较大了。会要当心，一般的老伴，一个老伴走了，那个老伴一定会来找他的。明白了吗？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注意呢？是应该送小房子放生呢，还是说让他就是搬离他那个住的地方？放生，求寿。放生，延寿。而且要讲，要跟菩萨讲，就说我在人间活着，我是为了救度更多众生。讲了要做，否则的话你没有任何理由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最近有个佛友的妈妈往生了，她在往生之前她叫我看嘛。我看了，我说他阳寿尽了，阳寿已经到了，我说这次活不了了，这过几天往生了嘛，但是身体都软软的，边上人全部傻掉了，身体软的，然后还热的，而且呢一点像庄严的不得了，一点没有，因为边上人都在全在给他助念，八个小时之后才动他了，所以你看看，这个东西真的是，就是不一样，助念就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嗯，因为我师父看到他阳寿到，所以有些人呢，为什么不肯放生啊？为什么不肯，省吃俭用拿点钱出来放生？你知道放生是延命啊，你等到要死快了，你说我要延寿一点，来不及了，靠平时放的。明白了吗？对的。很可怜。对的，感恩师父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感觉到人生非常的无常。然后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念经的人，不念，就念经的人临命终时都有很多灵性来拉，不念经的人就更不用说了。不得了啊！临终的时候啊，凡是要看你死的都来了，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有的人要死的之前的抽筋啊，这里面的脸皮翻啊，嘴巴里说胡话，全是鬼啊在讲话了。对的，我这再次是亲自体会到了。师傅就这样的，我还想请教一下，就是这种就是重症昏迷的患者，以前您开示过，一二年之前我查了一下，您开示说可以助念大悲咒，一二年之后您的开示说不能助念大悲咒，只能助念心经，因为大悲咒会跟灵性对抗嘛。所以像我们就想知道一下，像师傅这种有的时候他是半夜，我们那个没法念心经，能念大悲咒吗？还是念其他经文？大悲咒，我上次讲的有的都是个案的，并不是全部的。哦，是个案的是吧？因为那个我当时是半凌晨三点两三点嘛，我帮他助念了大悲咒。没事，就直接来压我的心了。你看了吧？可以，这种情况还是有，但是只是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不要去跟灵性对抗，听得懂不啦？你不可以先念点心经再念大悲咒的。那当时是在酒店，然后又是凌晨两三点，我就不敢念心经，念到了念大悲咒。然后是不是像这种情况是我的个案呢？是我特别的那个，我是特别敏感的，还是说我跟他的缘分比较深，才会导致这个灵性直接来压我身呢？灵性比较深，感情就是这种过去的冤结比较深一点，
嗯嗯，明白吗？就是其他同学也有不同程度的悲业，但是没有像我这么厉害。他们有的是头疼，有的是失眠，但是我就比较厉害。是是是是。嗯，那像师傅他那种昏迷的时候，就是如果以后我们再碰到类似的情况，可以给他烧那种自存大悲咒经文吧？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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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 嗯, 嗯。过去有一个人，过去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嘛，已经昏迷了嘛，嗯、几张大悲咒下去，他醒过来了。嗯，大悲咒的威力太大了啊，太厉害了、嗯、大悲咒不得了的，大悲咒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、嗯、也是一个心咒啊，对的对的，能治八万四千种毛病、嗯、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什么毛病都能治的。嗯嗯，昨天您开始说四十九遍大悲咒念到底，一直念不做坏事的话就不会生毛病的，对，听得很开心。对呀、啊、你不会生癌症的呀、嗯、你如果呢、嗯、你如果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以上，然后呢不做坏事、嗯啊，你不吃、嗯、要不吃活的，这至少的。对。啊，最好嘛就吃全素的、嗯，那你这个人不会生、嗯。如果你吃荤的话，可能还会生，因为你要保证自己不生癌症，一辈子好的话，你最好每天49遍大悲咒。嗯。嗯，好好。